哪四个？一个哪四个？上一部戏就是武打的，这一部哦，怎么打？你对不起啊，今天就说你三字头这边，不是没有，我要那个吗？我要他打吗？不用不用打，他们两个都在中间，我只是要你们两个在斗，等于是他这边一直冲你这边，对，不要不要，那你们拦他就好。健康他，给我住口！快脚踢！我这是运动哎，这是爆发力。好像打泰拳一样，之前练过是不是？是，最喜欢不干我的事。女生最讨厌人家骂她，真的很爱生气，真的易怒哎，就真的会怒，还没讲到疯掉。对，那所以那两句话是什么？三字头的生日哎，简可可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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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我就四个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武打底的。你之前有演过这么激烈的状态吗？有啊，我都说了有武打底了。上一部戏就是武打的，这一次哦 ，nothing。简可可。身上，我刚刚玩骑马打仗，我觉得很有趣。但是你一直有新招啊，对，每次都不一样的。我刚刚说了要一起回公司，然后一起去健身，他讲不去。这是我的运动，对，今天运动量已经到了，够了够了。